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，我是阿美美，欢迎来到阿美美败家清仓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哈，那是爱心啊，那编号是多少 ？PM0072 红色爱心啊，20个100块啊。那这个红色爱心长得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这个样子啦，啊，上面有印一个 love。嗯，哇，这个是情人节的时候最好用。对啊，或是毕业典礼也可以的。对啊，买一束花束，买一束花送给你心爱的人。对，那如果是我的话哈，我会买因为这一份就是20个100块啊，等于一个5块嘛哈，100块就有10个爱心。现在不是流行给我刷整排爱心有没有？对，对对对，刷一整排爱心给你啊。我送一整排爱心给你呢，不是用刷，是实际的爱心哈、哦。那你可以将这实际的爱心呢，粘在你浴室的镜子啊、哦，或是房间的镜子，有一整排的爱心，多漂亮！对，或是你房间门口一整排的这个立体的爱心，多可爱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除了粘直接粘哈、哦，可以用这种胶去粘后面，然后贴在你的想贴的地方啊、哦，或是说。你这两个可以折，重叠在一起啊，双面的，啊，那个花束的时候也是很好看啊。那花束呢，你可以，拿一根棒子哈，啊，像这个是玻璃纤维棒，啊，这是3mm的玻璃纤维棒啊，那就是把它连一下啊，这样就是一根爱心棒哦。对呀、啊，爱心棒，很漂亮。这样的话也可以跟花束摆在一起哦，啊，也是很好看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衣架的装饰品，特别请人家射出、对，这个是模具，我们自己开模啊，自己射出的。那模具好像还在啊，很重哦，算是工厂在叫我们载回来。对，这个模具开了好像好几万哦，十几万。因为开模具随便都要很多钱。对对对，那你还是不过。当然还要再射出也是有了哈，那不过就是说这边的先卖一卖吧。对，那红色爱心哈，就是一份啊，一份20个100块。对，喜欢的人就赶快下标吧。对，一年到头都可以用，这不限制于圣诞节啊、母亲节啦、毕业典礼啦、过年啦、女朋友生日啦、男朋友生日啦哈、都可以的哈。对，好。好，那我们的、对，我们这个红色爱心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，那希望各位呢会喜欢，喜欢的话请去下标，拜拜，拜拜。